好，请大家合掌恭念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换掌，把课本打开第一页，念本师名号三遍：南无。巴嘎瓦帝，萨迦牟那耶，噶塔噶塔亚罗帝，想苗想不达耶。南无巴嘎瓦帝，萨迦牟那耶，噶塔噶塔亚罗帝，想苗想。南无巴嘎瓦帝，萨迦牟那耶，噶塔噶塔亚罗帝，想苗想不达耶。大人金刚陀罗尼，念七遍 ，Namastriya。暂停一下哈，刚才那个 Namastriya 哈，有人念 DV 卡兰不对的 ，DV 卡兰的，没有 I 啊，的 DV 卡兰不是 DV 卡兰哈 ，Namastriya 好，开始再念一遍。Namastriya DV 卡兰萨瓦达达达达达。Virachi, Virachi, Mahachakra, Vajiri, Sata, Sata, Sarate, Sarate, Gurai, Gurai, Vyamati, Sambhajani, Gramati, Sita, Vriya, Gram, Swaha. Namasriya, Tadipahan, Sava, Tatakadam. Om, Virachi, Virachi, Mahachakra, Vajiri, Sata, Sata, Sarate, Sarate, Gurai, Gurai, Vyamati, Sambhajani,这是一个发音的根本原则了哈。这个 DV 卡拉 DV 两个字是奥喉字啊，本来这个 D 发 DHI 的音是正确的啊，那个国语字它的西藤发音的对照是 DHI 啊，那尾字啊它的发音的对照音是 VI 也没有错哈，但是当两个字变成奥喉字的时候，以前常常告诉各位哈，奥喉字的时候，第一个字的母音要省略掉，不可以发音，只可以发子音。所以这个 DHI 的话 ，I 要省略掉，只有发的的音的 ，W 卡兰啊。哦，就是奥喉字的时候，第一个字的母音就是 I 嘛，要省略掉，所以发 W 卡兰，不可以发 DB 卡兰啊，这个是一个原则啦。三合字也是一样，啊，三合字的前面两个字的母音都要省略掉，只有最后保留最后一个字的母音，啊，这就是这个梵文它的一个
的字体的结构，它的基本上它是这样发音的哈。啊，不管是二号字、三号字，前面的母音要省略掉。念一遍哈 ，Dvi Kalam，D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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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lam， 哎，不是 Dvi Kalam 哈。翻到五十四页，尊胜佛顶陀罗尼，念一遍就好了。南无，南无，南无十心大士，南无十心大士。看到这个五十四页第二行，这个七火的佛号，其实啊，这个本来佛顶尊胜陀罗尼里面没有七火的佛号，这个七火佛号是师父自己加进去的，因为经文里面讲哈，就是加了这个佛号，这个尊胜陀罗尼的力量早已更强、更强、更有力哈。但是这个七火的佛号，它其实它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尊胜的这个七火，它的中文字是从那个不空间所那个座位里面的七火化拿过来的啊。但是这个七火化就跟现代化的七火化有一点点出入啊，所以事实上改了很多啊。念的时候跟中文不大对照起来就是不大一样啊。像第一个也是一样啊，比伯斯女，比伯斯哈，比巴西呢，这个还好啊。第二个是基呢，也对。第三个哈，比舍福慧的是，比舍布韦，但是我们念，但是比舍布韦，所以这个二合字上，比舍，所以。第二个字是有一点不大一样的啊，再过来这个，迦罗基孙陀雅，本来是哈，这个迦罗基孙陀雅本来它的对照音的是嘎啦库孙大雅，嘎啦库孙大雅，但是换人不对，我们现在换人念的是克拉库坚大雅，
所以这个完全国语字跟梵文完全不一致啊、哦。但是当然我们现在要求练的是练现代梵文的啊，这个世界梵文字典里面大家一致的练法练现代梵文，可要不见得啊。其他的还好了，看看木纳也对的，看夏帕亚也对的，夏夏木纳也可以的，其他都对，但是就是这个字，这个字跟前面那个密西巴布韦这两个中文字啊、哦，就是它跟梵文是不大一致的啊、哦，就是说我们把它改为现代梵文字典用的字，大家全世界都一致啊、哦，就这样啊、哦，那就代表什么？代表是说当时唐朝在翻译的时候。他用的资料就不一样，跟现在梵文的，就全世界现在梵文的用字时候是已经那时候就已经不一样的哈。再过来翻到六十九页，依宝陀罗尼，好，这个也是念一遍就好。南无，巴嘎巴帝，巴吉拉达，萨格尼，尼鲁果萨耶，达塔嘎达耶，达迪亚塔。Om Srupe Padalavati Mangare Achare Achapare Ukatani Upetani Sashavati Ramayamati Ramayati Shirinati Prabhavati Amare Vimare Guru Srupe Vimare Atapaste Itapaste Vishwakeshi Ankure Ankure Itime Tutume Tatare Aratara Vajuri Avadutani Uke Uke Ake Ake Adesani Nispartani Raka Majirata Saga Yurugosa Tathagata Manusmana Smana Smana Sala Tathagata Satya Manusmana Kama Satya Manusmana Sangha Satya Manusmana Kata Kata Kura Kura Kuraya Kuraya Arapara Arani Sangare Sangare翻过来七十二页，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啊、哦，这个题目哈、哦，这个在大正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宋朝的法护啊师父翻译的那个名字有点不同哈、哦，有点不同的名字，但其实内容都一样的哈、哦。先念一遍哈 ，Namaste 利亚。到一百一十二页，毗卢遮那佛大灌顶观真言，念七遍。嗯。南无阿弥陀佛，玛哈穆德拉，那里卡德玛吉拉雅，拉乌达雅，嗡，
这个咒语哈，其实是出自在观世音菩萨的那个不空坚守身遍陀罗尼的的那个经本里面，里面的一卷啊，里面的一个咒语而已。这个咒语哈，其实它这个本尊应该属于外露伽那，外露伽那本身是佛号，佛的号，佛号哈。但是他前面加一个不空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个外露伽那，遍照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像日光一样遍照一切大地，这个日本的宗教里面，他就把这个外露伽那当作他日本的那个最初的那个神的名字啊，遍照大神啊。这里用不空的意思哈，就是说哈，其实我们都知道哈，佛身虚空法身哈，但是佛身里面啊，小乘来讲就是说讲空嘛，空性哈，但是大乘佛法上是讲不空的啊，空性里面有真有东西啊，有真的东西啊，再过来翻到117页，二书如来真言，这个也念七遍。南无，南无阿弥陀佛，白沙迦卢鲁白都里亚，达瓜达迦亚，达瓜达迦亚，耶三藐三菩提亚，阿弥陀佛，乌姆白沙杰，白沙杰，白沙迦三菩提耶娑哈，南无阿弥陀佛，白沙迦卢鲁白都里亚。翻到111页，今天要教一个咒语，新的。这个其实也教过了，无量寿如来根本陀罗尼。111页，不是110页。这个是要教了，为什么啊？这个咒语会常用到啊。那譬如说我们佛教徒啊，有时候要是有。
有人往生的啊，你要你认识的，你要去跟他烧上香哈、哦，啊，你要想要练一个咒语，最好就是练这个咒语，啊，因为一般来讲，一般的这个佛教徒的习俗上会用这个咒语啊。我们佛教徒尤其是学这个咒语，这个陀罗尼的啊，取真言的啊。啊，你不给他念一些咒语，好像觉得好像不大对劲，过不去了哈、哦。所以有时候很多佛教徒会这样哈、哦，有人往生的，去给他念这个佛号，念个咒语啊、哦。啊，念佛号当然就是念阿弥陀佛了哈、哦。啊，念咒语的话就是念这个啊、哦。这其实这个就是往生咒啊、哦，往生咒只是把这里面的咒的。的咒文把它缩短而已啊，一般的往生咒跟这个其实是应该一致的啊，但是后来的往生咒好像是到宋朝的时候传过来的时候，哇，它少了好多 啊，少了好多啊，人家说这个无量寿如来根本陀罗里面的阿弥陀甘露是十甘露的咒语啊，然后到那个往生咒的话。就剩下六甘露或者几甘露，有些人去比较了，但是因为这个往生咒来讲，我们这个无量寿如来根本陀也是唐朝不空法师啊去印度拿回来翻译的经文啊，翻译的这个陀罗尼经的，但是一般的往生咒我们这个四本上也有，在137页哈，只有四个甘露而已的。啊、哦，他这里是写是宋朝的师父是求那跋陀罗翻译的，不是师父是求那跋陀罗。一般来讲哈、哦，所有的佛经里面的很多的经文咒文哈、哦，都是唐朝以前翻译的比较正确，啊、哦，宋朝翻译的时候，它距离唐朝的话应该至少有300年以上，所以300年的佛的这个经文在。印度，啊、哦，经过300年以后，它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变了差异，或者在传承上，或者在什么地方会有改变啊、哦。所以这个一般来讲哈、哦，这个宋朝的、哦，你们以后要是看到大章节里面宋朝人翻译的这个啊、哦，这个陀罗尼哈、哦，其实就是这样，根据师父所研究的，就是唐朝以前、唐初以前。的翻译的经文比较正确，宋朝的时候就比较不正确，啊，你去研究多了以后就知道啊，而且宋朝同样是一部经，宋朝跟唐朝翻译的里面就会有出入，啊，虽然出入不多了，啊，但是就是有出入，啊，而且你去了解哈、啊、这个陀罗尼，尤其是陀罗尼哈，啊，本来应该像我们中国人来讲哈，比如说。一个文章哈、哦，你传下来应该是越传越少的啊、哦，但事实上在这个啊、哦，在这个印度它不一样，它的梵文因为很多梵文，而且印度人练的咒语很快，它又常常有弹舌音，有重复音，所以有时候哈、哦，啊，唐朝本来是比较少的文字，但是传到后代啊，宋朝以后，它反而咒语里面增加了很多的字。一直在重复，那个这个是在哪里可以考证？在那个《孔雀明王经》啊，孔雀尤其是《孔雀明王经》里面啊，它附载有罗马拼音的作文，会发觉它跟本来的本经里面多了很多的这个字出来啊。现在翻回来到111页、啊，我们先念一下哈、啊：南无，南无，拉德拉，拉德拉。Trayaya 啊，这个长音还是要短一长一点，短音还是要短一点啊，才会有味道哈。啊 ，Trayaya， 嗯 ，Namaha， 阿里呀，阿里呀，阿弥达巴呀，阿弥达巴呀，啊，这个还是把它分开来念比较好，啊，因为不分开来念，有些人。念的好像不大对劲哈、哦，分开来就本来他这个字哈、哦，本来是阿里呀，那个阿弥达巴呀，
阿里亚的亚跟阿弥达巴亚都是一个音节，不是长音的了啊。但是他把它合起来的时候变成阿里亚弥达巴亚，你要搭长音才正确，你不搭长音就完全不正确的啊。所以我们把它分开来啊，南玛哈阿里亚阿弥达巴亚达塔嘎达亚罗哈迪Samyak Sambuddhaya Tadiyata Om Amrite Amrite 一般人念国语的他就是Amrite 但是不可以念米的，因为你看着它里面没有哀音嘛，奥合字没有哀音嘛，刚刚讲的哈，阿弥陀，阿弥陀，啊，阿弥陀，阿弥陀，的巴比，的巴比。所以就是说，你要没有真正懂得梵文的话，啊，在奥合字的时候，一般来讲，他第一个音就会把母音念进去，啊，结果就是不正确，啊。但是你懂得西南梵文的时候，按照西南梵文的规定的发音法，奥合字的时候，第一个字的母音是没有发音的，啊，这个你必须把它记住哈，它就是梵文就是这样发音的，而且是常规一定的这样的发音，它一个固定的规矩。达迪亚塔，达迪亚塔 ，Om Om Amrite Amrite Amrito Amrito Dubhavi Dubhavi Amrita Amrita Sambhavi Sambhavi Amrita Amrita Garbe Amrita Shitte Amrita Deije Amrita Mikrante Mikrante 这个字你们课本是用 M 还是用 N？ M 的话就是 Mikrante 哈，那其实它本来要去查字典的话，它是 Mikrante 用 N 才对啊，但是我常常讲的，因为在古代写这个西坦换文的时候，他为了省略掉啊，比较好刻啊，好刻几画，他就是常常把这个 N 的音用前面上面点一点来代替，用嗯来代替，所以变成 Mikrante 啊 Mikrante 啊 Mikrante， 那其实是 Mikrante N 的音才正确啊。这个要改无改都对了哈，但是老师也是要给你吧。师父，这个字啊，嗯，就是孔雀明王星咒 Om Mayura Krande Krande Subaha。对啊。这是 Vikrande。这里把它写混姓了，其实就是应该讲说，孔雀明王星里面它的意思就是说，孔雀在活动，在运动，在静坐或者算是什么都可以啊，这个意思的。这个混姓是其实是那个大藏经里面他自己解释的啊，但其实学我们比较容易懂的就是调动的意思，就活跃。活动很的意思哈，这个只是给你们做参考了。真正你查犯人的时候，一定要查这样查才查得到字。哦，这个 M 的话，它不会犯人字典，它不会写这个。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古代法师他为了节省刻字哈，你看哈，他节省少刻了这个 N 的音的，他只是用上面一点。常常在各种 N 的发音，不管是上面一点、下面一点，或者这个没有一点的，它很多都是用 N 代替的，在尤其在西南方人的时候，让你们知道了，让你们知道，其实意思都一样。师父，那个 A 上面就要一横，是刚刚那个往生咒，它就用 N 了。啊？刚刚那个往生咒，它就是用 N。往生咒，哦。对了。
往生咒他就用恩，但是往生咒用什么？米克兰达。前面一个是米克兰达。啊、哦，这个我讲过了哈，米克兰达米克兰达意思一样，但是为什么会发音成一呢？一是为了押韵啊，这个咒语常常有些字，它为了押韵，啊的音就变成一的音啊，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啊，就这样。只是为了押韵而已，押韵干嘛？好听嘛，啊，为了好听嘛，啊，再过来，那里变哈，阿弥达，米克兰达，伽弥尼，伽弥尼，啊，前面有一个哈，还没有，阿弥达，阿弥达，米克兰达，米克兰达，阿弥达，阿弥达，米克兰达，米克兰达，伽弥尼。阿弥达，阿弥达，嘎嘎那，嘎嘎那，嗯，毗卢提伽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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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达，阿弥达，顿都比，顿都比，苏巴雷，苏巴雷，顿都比也是一样。你课本那个是用 M 还是用 N？ N。好，那叫到课本就改过了。改过，我这个课本，2006版的，还是还用 M 的，等都比，等都比，苏阿雷，苏阿雷，萨尔巴鲁塔，萨尔巴鲁塔，萨达尼，萨达尼，萨尔巴，萨尔巴，伽鲁玛，伽鲁玛，克雷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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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恰亚姆伽雷。Swaha, Swaha, Om, Om, Amita, Amita, Teje, Teje, Hara, Hara, Hong, Hong, Om, Amita, Teje, Hara, Hong, Om, Amita, Teje, Hara, Hong. 这个星座哈是可以唱的，它在藏密它有一个音。音乐的，他可以唱得很好听，像六字大明咒一样啊。这个我们在那边，南无，南无，拉德拉，拉德拉，德拉雅雅，德拉雅雅，南玛哈，南玛哈，阿里亚，阿里亚，阿弥达巴雅，阿弥达巴雅，达塔嘎达雅罗哈帝，达塔嘎达雅罗哈帝，萨弥克萨布达雅，萨弥克萨布达雅，达迪亚塔，达迪亚塔。Om, Om, Amite, Amite, Amito, Amito, Dabave, Dabave, Amita, Amita, Sambave, Sambave, Amita, Amita, Garupe, Garupe, Amita, Amita, Shite, Shite, Amita, Amita, Teije, Teije, Amita, Amita, Mikrante, Mikrante, Amita, Amita, Mikranta, Mikranta, Kamine, Kamine, Amita.Amita, Gagana, Gagana, Kiruti Kare, Kiruti Kare, Amita, Amita, Dandupi, Dandupi, Swale, Swale, Saravaduta, Saravaduta, Satani, Satani, Saravakarma, Saravakarma, Krishna, Krishna, Kuchayam Kare, Kuchayam Kare, Swaha, Swaha.我说这个押韵哈，譬如说我们从达迪亚塔库开始哈 ，Om Amite， 他用底的音哈，这个就第一个押韵哈 ，Amita to Bavi 是第二，八尾的尾是第二个押韵押韵的韵啊，再过来哈 ，Amita Sambavi 这个尾也是押第三个字的押韵哈，再过来 Amita Galupi 这个尾一也是押韵 ，Amita Shite 这个 Shite 的底也是押韵的韵哈。阿弥达第一节也是这也是押一的押韵，阿弥达米克兰德这个德也是押一的音哈，阿弥达米克兰达伽米内这个押韵要在啊伽米内的内哈，再过来阿弥达嘎嘎那基鲁迪卡瑞内的音啊，反正这个整个咒语来讲啊都是押一的音啊，阿弥达等都比斯瓦勒啊，萨尔巴是萨达尼这个押内哈。萨拉瓦伽罗玛克雷夏克恰亚姆伽勒押这个一伽勒克恰亚姆伽勒的勒啊啊，整个咒语它都押一的音，哦，为什么？这样念起来比较好听，就像我们
中国人的诗句一样，啊、哦，他的诗句哈、哦，就是也有押韵，你去好好研究，中国的诗句也是一样啊。那我们再念一遍：南无，南无，那德拉，德拉，德拉雅，南无哈，阿里亚。阿弥陀佛呀，塔塔嘎达亚罗哈帝，三藐三菩提，三藐三菩提，达提亚塔，达提亚塔，嗡嗡，阿弥帝，阿弥帝，阿弥陀，阿弥陀，巴比，巴比，阿弥达，阿弥达，三巴比，三巴比，阿弥达，阿弥达，伽罗比，伽罗比，阿弥达，阿弥达，悉地。Shri Amita Deije Amita Vikrante Amita Vikranta Kamine Amita Gagana Kirutikale Amita Tandupi Svare Sarvarutha Satani Sarvakarma Krishna Kuchamkari Swaha Om Amita Deje Hara Hom。 我们看一下这个一百一十页这里的说明啊。此无量寿如来陀罗尼才诵一遍，即灭身中十二世众五无间罪，一切业障悉皆消灭。若必持，必求你犯根本罪，诵七遍礼，即使还得戒品清净，诵满一万遍，或者不忘会菩提心三摩地，菩提心显现身中，皎洁圆明，如日俊烈，临命终时，见无量寿如来与无量具体菩萨众围绕来引行者，安慰身心，即生极乐世界上品上生正菩萨位。啊，这个是经文里面的啊，你要去看这个无量，在这里参考根据，就是说这里参考的根据是《密教部第二册无量寿如来观行供养仪轨》啊，这个咒语里面是在这个里面出来的。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净土宗的经典经论里面没有，这个是从这个仪轨里面哦，观行供养仪轨里面列出来的啊。这里讲说哈、啊，这个咒语才念一遍啊，就可以灭掉身中的十二世众五无间罪。啊，十二就是我们的这十善界的反面的十二啊。或者是楞严经里面讲的十种恶习的罪啊，啊，四众的话就是杀盗淫妄根本罪啊，杀盗淫妄啊。这里讲说必除女，必除必生就是出家的男众跟女众的啊，必除就是比丘了，必除女就是啊比丘尼了啊。根本罪，什么叫根本罪？根本罪就是五，这、就是五戒嘛，犯杀盗淫妄酒嘛，啊，其实，在佛教早期的时候，根本戒它只有杀盗淫妄四个重罪，但是因为后来僧团以后，有人喝酒了，然后乱了性了，啊，犯戒了，才把这个酒加进去。啊，但早期佛教来讲，啊，只是杀盗淫妄四根本罪而已哈。这里讲说，犯了这种罪啊，你只要弄七遍，就可以把这个犯戒的罪清除掉，是这样。所以还得戒品清净了啊，这个意思啊。诵满一万遍很要练很久了。一万遍可能不是那么简单，也是要练一段时间的啊。或者不忘会菩提心三摩地，啊，菩提心显现身中，
皎洁圆满求子庆愿，临命终时见无量寿如来，以无量具体菩萨众围绕来引行者，安慰身心极深极乐世界上品上身正菩萨位。这个怎样啊？你要送一万遍，你才真正知道这里写的是什么意思。你要没有送一万遍，你根本就不了解这里写的何谓叫做不忘慧菩提心三摩地，何谓菩提心显现身中，皎洁圆满犹如净涅。这个就是你要真正去练，练了一万遍以后，你才能真正感觉到这个这样的境界啊。很多咒语哈，你去读啊，你看经典所讲的，其实大部分啊，很多人都是一知半解的啊。为什么？因为没有正量嘛，所以你看这样啊，好像一看就懂了，但事实上，你有正量的人，你去修一万遍以后，你就会真正感觉到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这个符号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我们在楞严咒这个符号啊，就是说，坚固将筋啊，或者是永固将筋啊，这个持气藏王如来啊，念这个符号跟念阿弥陀佛的符号会有很多的不同啊。你自己有时候应该讲说，你要是有一个修行道，有一个境界，能够静下来，有内观的境界啊，或者说你在修行上来讲，已经有修到那个欲界定、味道定，甚至初禅的境界的时候，你这个念这个符号，你就知道，符号念下去，你内观看的境界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楞严咒的第一个符号，德利达修拉斯耶那普拉哈那拉拉杰呀，达塔嘎达亚罗德什苗什布达呀，这个符号念下去，你世界的，你内观的世界，它就完全完全像那个，要是说你修行已经修到一个境界，身上有鬼神气跑进去了，他在里面建立一个幻化的世界，幻化的话，下面有一点吗？佛经上有这个名词叫幻化浅达婆城，什么意思？代表这个城是怎样？它是变化出来的，它是多变的，多变的啊，幻化的啊，它是多变的啊，它是不会长久的，不是绝对固定的。它是常常多变的，这在修行中来讲，有些人修禅定来讲啊，修止了以后，像我以前在宜兰有一个四公所的职员，他喜欢修行，他也修禅定，也修密宗种种的，他常常讲说我们人生是里面有一个小世界，外面是一个大世界。你说有很多修道人，他修到一个境界会这样讲，为什么？因为只要外面的大世界我就不用讲了，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外面的大世界。但是当你入禅定中或者入梦中的时候，就梦到身体里面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梦中的世界呀。但并不是说你睡觉中才看得到，你禅定中也可以看得到，里面真的就是一个像一个世界一样，那里面有很多直角甚至你在梦中你觉得你自己是在里面。
那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哦，你所有外面这个鬼神跑到你身上里面去了，哦，然后在你身上的这个磁场里面，啊，聚集在这里面，啊，他因为鬼神也有鬼神通嘛，啊，这些鬼神里面互相啊意识活动产生的一个幻化的世界，啊，所以我才讲这个就是幻化钱达伯城，它就是鬼的世界，啊。这个世界你要是不管啊，在这里面一直壮大一直变化啊，就像有很多人啊，道教很多人喜欢这观是吧，观落音呢 啊或者是喜欢去写一些道教的一些啊法，一些鬼神法啊，啊，甚至看到电视上讲啊，有一个叫做那个姓钱的一个演员呢，哦，叫做钱什么？啊，男人，那钱德门啊。他有一次曾经跟六七个女人，不，六七个男女这样哈，啊，躺在一个房间，大家用红色的线把这个锁哈绑着连起来，用个红色的线，然后去睡觉，那法师不知道怎么样，反正这个就是说，七个人啊，同时好像可以进入一个阴间的世界一样，像观落一样，观落音一样，啊，进入到阴间，然后看到鬼神的世界，啊，这个就类似观落音的啊，但是这个。这种法哈，其实在佛教来讲，这个是不足取的了，因为这个就像刚刚写的幻化的世界，鬼神的世界啊，这个法也代表怎么样，这个世界在哪里，在这七个人当中里面的一个，然后这里面啊，他的身上一定积满了很多很多的鬼的磁场，鬼啊，鬼神气在里面，很多的磁场聚集，然后产生一个幻化的鬼神世界在这里啊，然后他利用红线，利用这个他们供养的这些鬼神道哈，把他们的意识啊导入，共同导入这个鬼神世界的人的身上里面去，钻进去啊，或者甚至说是那些鬼神一起进去了，把这个看到的这个鬼神世界的情况传给这个绑着红线的这个人，机会可以这样讲了啊，所以他们可以清清楚楚看到这个人身上的鬼神世界啊，怎样怎样，大概因为每个人身上的鬼神世界的构造大部分是一样，因为人的身体里面的器官啊的那个气脉都一样的，所以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观落阴的，或者是那些伏击的啊，他们想说啊，进入到这个鬼神界，第一个会看到什么善叉苦，或者什么过那个无奈桥哈，啊，很多都一样的，啊，但是因为你那身体大部分构造是一样的，啊，但是进入到里面也看到不同的人物啊，为什么看到？因为里面每个人是跑到身上的人都不同啊，啊，有些是有些自己亲戚死了以后就跑到他的身上里面去了，啊，有些是自己的人，啊，尤其是相爱的人，很容易产生这种情况，或者执着很深的人也会这样，啊，尤其是就是说啊，一个人跟一个人非常非常就是刚刚讲非常相爱，啊，或者是父子的关系、母子的关系或者朋友的关系。啊，因为过度的喜欢、过度的执着，然后使得这个灵魂就跑到这个人身上的磁场去了，啊，啊，这个产生的因素也有很可能，将来哈，另外一个人他结婚生子的时候，他那个人的磁场就投胎到他的生的儿子里面去了，
这个都有关联的哈。但是这个在我们来讲，它是不知其的法啊，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准的啊，不是很准的。但是这个世界哈，我们现在不讲它的关系啊，我们讲说这个世界其实是很脆弱的啊。要是你有修佛法的来讲，你怕把它念不同的符号，它就产生不同的变化。刚刚讲了，你把它念楞严咒第一个佛的符号，楞严咒第一个佛的符号是降魔，降魔如来啊，最大力量的降魔如来的符号啊，你那这个符号念下去，它里面整个鬼神的世界就会怎样？就会天崩地裂，然后海水会涨起来，从四周的山顶上这淹过来，把这个世界就淹灭了啊！里面的所有人物在这个里面就变成沉到海底里面的海水里面去的，所以这个世界怎样非常的脆弱啊！然后这个被这个鬼神被这个火不同佛的力量改变的。要是这个世界你把它念阿弥陀佛的佛号，这个世界也会改变。改变什么？改变这个世界变成发光，发金色的光，这个世界整个亮丽起来的啊，不同的佛号改变它啊。要是你念释迦牟尼的佛号啊，这个世界不会改变，会保留它原样的。所以说哈，你要是真正啊有这样的经验的话啊，你会才会觉得说这个佛的力量啊，在无形界里面，它真的啊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啊，它能够影响这些无形的鬼神的世界啊。这样你要是真正去修行到一个境界，能够内观观到自己身上也有一个鬼神世界，然后你用不同的符号去把它念，它可以看到它一直在改变啊。所以为什么哈，有些人哈，他会叫人家不要练楞严咒，最主要就是这样啊。因为练楞严咒练了以后，他会感觉到自己身上的那些鬼神世界，天翻地覆的，然后甚至淹久了，海水从四方淹过来，把里面的鬼神世界冲坏掉了，那所有的人物都沉到海底里面去了啊。所以有些人不敢练呐。他认为说，你这样念了以后，他身上的那些鬼神，通通给你破坏掉、死掉了，但是佛教已经告诉你，佛陀已经告诉你了，这里面这种世界，都是假的、希望的、幻化的，没有一个是真实的，而且是不该有的。这个修行人来讲，不该有的，一个真正好的修行者哈，身体里面本来就不该给这些鬼神去建立一个鬼神的世界啊。所以楞严经里面讲啊，你要一个修禅定的人啊，修到一个境界，三昧佛望起来的时候，住在你身上的这个鬼神世界的鬼神，他会害怕。他不想让你用三昧佛破坏他的世界，所以他会铸造很多很多的鬼神障来障碍你，让你不能够修行成就因为你一修行成就，这里面这个鬼神一定要把它消灭掉，你修行才会成就你要是身上这个鬼神世界很壮大，待在那里，它就是你的鬼神障。所以在修行来讲，你要真正了解到这一点要是你一样一般人，你回家去睡觉，晚上哇梦到
一个世界里面自己在里面做梦，做好奇怪的梦，很多的梦。那怎样？那就是代表怎样？代表你身上这些鬼神啊，他在里面做梦啊，他在里面做他们的游戏游玩啊。啊，但是因为你自己有那个觉性嘛，你虽然你不想，但是你有活的觉性，所以里面你会变成你在里面变成里面做梦的那个鬼神的意识变成你的意识，你会觉得好像你在那个世界里面，啊，那在活动就变成好像是你一样，啊，那其实不是，而是因为你的佛性觉性，你能够感应到在里面做这个梦境的那个鬼神他的意识活动。你知道了啊，所以你一般人不知道的话，他会执着，或者是被里面的幻象迷惑了，啊，或者是你执着在那个境界里面，然后产生你身体的种种的喜怒哀乐的种种变化，这个是不对的，绝对不对的啊。要是你修行的人有这样的现象，我就告诉你，你有要是有这个东西，你就修行绝对不会成功。啊，这是绝对不对的，啊，然后你要正圣的佛教徒，你必须把这些清除掉，清除干净。当你清除干净的以后，你在睡觉的时候，在禅定中，你就觉得这样，这个世界没有这些东西了，难道怎样？它一片光明。尤其啊，你还念阿弥陀的佛号的话，念了一万遍以后，这一个幻化的这个圈圈的磁场变成非常的亮丽，金黄色的，哦，这是告诉你怎样，真正的菩提心，真正的佛性显现在你的身中，啊，所以你要是真正有念佛，念到那个境界，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自然来接你过去。这也代表你这样，你身上你的业障消除干净了，身心清净的，阿弥陀很容易来接你过去了，啊，而且你在临终是不会有障碍，不会被这些鬼神给你这样迷惑颠倒，啊，像台湾人讲的，要是你还有这种境界，啊，你死的时候又没人来帮你念佛，那你死的时候这样就被身上的这些鬼神把你拖去了，拖走了，啊，那你自己讲也没有能力去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你整个阿弥陀来你也不知道啊，被这鬼神拖去了，啊，所以在修行上来讲这个很重要，啊啊，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你要达到境界，第一个就是说，你平时的时候，身上里面没有这些磁场太多的鬼神气，啊，你已经给他建立了个鬼神世界在你身上，代表你身上的鬼神已经很多了，啊，啊，你要是有，要是知道，赶快把它清干净，你浪费了一年、两年、三年，甚至十年的时间把它清干净，啊，到终老的时候，你能够身上得到一片清净，啊，光明，那。去西方极乐就很容易，啊！要是你到老的时候，这边还清不干净，那怎么办？啊！要是没有人来给你念头，你已经被拖走了。为什么？你不知道，不自解呀、啊！就像睡梦中一样，做梦一样。你进一个睡梦中的幻境，怎样？你要做很久啊！没有人把你叫醒，你就一直做下去啊！啊！所以这时候怎样？就像人们讲，要找很多人来帮你念佛，啊、哦、啊！当你要死的时候，哈、哦、啊，差一点被拖走，赶快很多人在帮给你念佛念佛，啊，提醒你，啊，而、啊、你一听到念佛啊，赶快醒过来念佛，那就不会给他拖走了，啊！所以为什么临终念佛很重要，就是这个原因。但是现在来讲，就是说，啊、哦，阿弥陀佛为了帮助世间人。哦，能够确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他传下了这个法，啊、哦，这个陀罗尼，啊、哦，你只要如经上讲的，啊、哦，你先念一万遍，
把你身心练干净的，靠着咒力啊，把这些业障消除掉，身心练干净的，那西方临终的时候就很容易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陀罗尼的目的在这个地方，而且这个陀罗尼也告诉你啊，你好好练这个佛，好好练这个座椅，那它能够让你身上的磁场变干净、变亮丽啊，像里面所讲的啊。啊，菩提心显现身中，皎洁圆明犹如镜内，这句话讲的就是这个。要是你真正念一万遍以后，而且这个鬼神给你清干净的，你在禅定中要是有内观的人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些鬼神通通不见了，啊，一个大圆圈，啊，干干净净的，甚至还发金色的光，嗯，这样你这个人哈，啊，代表你往生极乐世界。就忘了，嗯，临终的时候也不要，也不需要人来给你念佛号，你就自然就能够感应相应了，哦，这个修行，你现在才知道哈，哦，这个就是修行，你有达到那个层次，达那个正界、正量境界、现前，这个升起才成就。你要是没有达到那个境界，我告诉你，就是代表你的修行不及格。哦，临终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要靠人来跟你帮助你念佛，啊，哦，不要被鬼神唾弃了，用佛号把你唤醒。我们休息十分钟。刚刚讲的哈，在说明这里哈，哦，诵满一万遍，获得不忘会菩提心三摩地，菩提心显现身中。皎洁圆明犹如镜内，你命中时见无量寿如来与无量具体菩萨众，无量具体就是无量千万的啊菩萨众，围绕来引行者，安慰身心及生极乐世界，上品上身正菩萨位，啊，这里跟你讲上品上身代表他最高级了，九品里面他就上品上身了，嗯，因为你能够修到啊。就是刚刚讲的菩提心显现身中，皎洁圆明犹如镜内。这里前面讲不忘会菩提心三摩地，三摩地什么？三摩就是定啊，啊，因为你身上的磁场都干净的，没有任何的鬼神磁场里面，那就定了，只要静下来就定了，就三摩地了，啊，啊，菩提心是什么？菩提心就是觉性嘛，你只要定下来，菩提心就显现出来的，为什么？佛性永远在你身上嘛，啊，你不觉得他有他是因为你被这些鬼神的磁场搞乱了的嘛，啊，妄念一直持续不断，啊，你不觉得有自己的菩提心吗？啊，等到你哪一天，啊，这个磁场干净的，念头清净的，一静下来入定的，菩提心就显现出来了，啊，这个就是一体两面的而已嘛，啊，像佛经常讲的，佛性在哪里？啊，你现在想的心就是佛性啊，但只是你是讲落入后天的心性，啊，你要是把它反过来，啊，变成先天的，就是如来觉性的，一体两面而已啊，啊，当你后天的这个妄念心念干净了没有了，菩提心就显现出来了，就是这个一体两面嘛啊，啊，这个三摩地就是净啊，啊，就定了。定叫三摩地的啊，所以这个讲啊，菩提心显现身中，皎洁圆明犹如镜内，这是内观呐，啊。你修到那个境界，而且你这个根本陀罗念了一万遍以后，因为这阿弥陀佛号的加持，你只要念阿弥陀佛号，就是金光加持，告诉你啊，无量光的加持，金光的加持，念久了以后，你的磁场就变成黄金色的光亮啊，就是这样啊，就让你看得到。您的修一万遍以后，你这个磁场通通变成金黄色的，一整片的金黄色，圆圆的，啊，就是告诉你犹如镜内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在临命中的时候很快啊，只要临命中一到进去啊，就是应该来讲哈，人家讲了，真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在死了以后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是死的前面还没有死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来先来接你的，
就是不一样的哈。啊，真正往生极乐世界是还没有死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快要死了，然后静下来，啊，心专念阿弥陀佛，然后你的念头要是过这，就是说专注，啊，诚心过，愿力过，阿弥陀自然显现来接你，那你就跟他走了，不会到死了，死了以后就很难讲了，对不对哈？死了以后就很难讲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死了以后眼睛闭起来，有些人眼睛一闭起来，里面就黑暗一片的啦，对不对？然后黑暗一片，里面就胡思乱想啊，鬼神给你拖走了，对不对？啊，这个有修的人就不一样啊，眼睛闭起来，里面还是一片光明的，那就跟你不一样啊。啊，这里讲说哈，就是说阿弥陀佛了，跟无量的千万的菩萨啊，来迎接你。他给你安慰身心，然后给你带到极乐世界。但是另外还有一个经文哈，不是在这边说明的啊。另外一个经文他写的哈，你送这个啊，送这个，这个是讲送下面这个新真言的，送阿弥达爹姐哈拉哄啊，送这个新真言，要送十万遍啊，就能够见到阿弥陀佛。命中的所有决定得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新真言是这样啊，诵十万遍，啊，然后就是说能够看到阿弥陀佛，命中的时候就会来接你啊。再过来哈，有一个叫做静谧密钥，这是可能是后代，应该是法师写的吧？你结用莲花印，莲花印就是这样哈，莲花印啊。诵心真言七遍，功德以念佛千生同。啊，再过来念佛之子云呢，诵根本咒，得大精进，速生净土。根本咒，根本就讲的是个大咒哈。啊，若持三十万遍，阿弥陀佛常住其顶，决定往生。啊，就是你要是刚刚讲的念一万遍啊，就能够得到啊。三摩地哈，但是你要是练这个，他是讲说练三十万遍，那阿弥陀佛常常在你顶上哈，啊，常住其顶，决定往生。这是别的那个那些其他的参考的经文写的了，做参考了哈。那我们再来练一遍哈，南无，南无，那德拉，德拉呀呀，南无哈，阿利呀。阿弥陀佛呀，阿弥陀佛呀，耶罗哈帝，耶罗哈帝，三藐三菩提呀，三藐三菩提，阿底阿他，阿底阿他，嗡，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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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维，巴维，阿弥陀，阿弥陀，三巴维，三巴维，阿弥陀。Galbe, Amita, Shite, Amita, Deje, Amita, Bikrante, Amita, Bikranta, Gamine, Amita, Gagana, Kirutikare, Amita, Tundupi, Svare, Sarvaruta, Satane.Sarva karma, Kresha, Kachayam kare, Swaha, Om, Amita, Deje, Hala, Hong. 好，这个咒文就教到这里。我们把这一本的继续拿出来，翻到十一页啊。上次讲说哈啊，这个佛陀跟他的那些，跟这个波罗蜜哈，还有那些一起的那些啊菩萨啦、居士啦、佛弟子啦，这些大众哈，看到这个啊这个舍利塔哈，还有看到十方诸佛放光加持啊，然后。所有的大众都得到利益啊，得到各种的利益，有的得到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啦，小乘的啦啊，
然后有时候得到辟支佛或菩萨道，啊，甚至啊，有的证得阿毗跋致或者萨婆诃致，哈，都有境界这样的哈。这个婆罗门无垢净光，他得到五神通的哈。再接下来十一页第二行，使金刚所见此奇特稀有之事，白眼世尊，妙哉奇异！但闻此事，尚获如是殊胜功德，况闻生理，自心起信，得其功德啊！啊，这个就是金刚所菩萨了哈、啊。看到这样的啊奇特啊稀有的事情啊，就是大家只要看到这个佛塔舍利塔啊，然后又看到啊十方诸佛放光加持，看到火本身也是啊这塔现光出来哈、啊。然后大家都得到这个各种的境界哈，啊，所以说怎样哈，单单听到这种事情，就得到这些殊胜的功德，啊，况闻是你就是说，甚至要是能够听到这个更深的这个道理呢，就是整个这个啊这个宝千陀罗经里面的讲的其他的道理哈，更深的哈，啊，然后能够。自心就是诚心呢、啊、或者一心呢 啊, 啊相信这个啊，那能够得到功德，几功德应该是比前面的功德更殊胜吧，他这个意思是这样的啊。佛言谛听，汝金刚所或是若有信男信女，即复我等四部弟子啊，发心书写此一经典，即准书写九十九百千万句底如来所说一切经典，举过去比九十九百千万具体如来之前九执善根，亦即亦比诸一切如来加念护持，犹如爱眼，亦如慈母爱护幼子。若人读诵此一经卷，此一卷经即为读诵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说经典，犹如是故九十九百千万具体一切如来印证整洁，彻晒无序，犹如胡马重叠复来，昼夜现身加持其人，如是一切诸佛如来无数红沙全具未去，或请重来，须臾推迁回转更复，譬如细沙在水掀起，不得停滞啊。回去复来，若有人以香花涂香，华满衣服，微妙言具，供养此经，即成于彼99,900,000,000具底如来之前，以天香花衣服言具七宝所成，即如须弥，仅以供养众主善根，亦复如是。这个是佛了哈，要回答这个金刚所哈，他回答啊，就是另一个方式了。他说，要是或是，或是说已获的啊，已获，要是有人有这个善男信女，及这个或者四部弟子，四部弟子是讲的啊，比丘、比丘尼啊，居士啊，就是对了。再加男居士跟女居士的、啊，这个就是四部的弟子了哈、啊。发心书写此一经典，基准书写，啊，只要抄这个陀罗尼经，这个是啊，宝千陀罗尼经嘛啊，讲的这个，啊，你只要把它书写这个，然后就是、啊、他讲说，代表你过去啊，曾经有九十九百千万句，99,900,000,000具体如来所说一切的经典，啊，这个千万就是具体，具体就是千万，啊，应该就是九十九百千万，应该还不要再乘千万吧？应该就这样个，或者是九十九百千万再乘以千万的如来所说一切的经典，啊，这里讲的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过去啦，过去所有，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的如来。通通把它数量有多少？数量就是有九十九百千万具体如来啊，啊，就是一切如来的经典，
啊、哦、所说的经典，还有过去九十九百千万具体之外是九族善根的啊、哦、就是说你今天能够抄袭这部经典，那你就可以抄袭一切如来所说的经典都能够抄袭啊、哦、然后也代表你的你在过去曾经被啊、哦、在这个九十百千万如来之前已经种足善根的了啊、哦、也被这个一切的如来给你这样加持护念啊、哦、这些过去的一切如来给你加持护念，就像爱眼一样爱他的自己的眼睛一样非常的爱惜你，也像这个祖母爱护这个幼子一样啊、哦、就是代表这样啊、哦、若人读诵此一经卷，即为读诵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说的经典啊、哦、由之是故九十九百千万具体一切如来应证的解，菜色无序犹如胡马重叠复来，作为现身加持其人，只是一切诸佛如来无数红沙前居未去或请重来须臾退迁回转更护，譬如细沙在水旋即不得停待过去复来，若有人以香花华曼丽胡啊，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刚刚讲的哈，其实你要是佛经读久了就知道哈，一切如来过去现在未来讲的话是完全都一样的啊、哦、每一个佛啊、哦、都讲八万四千法门啊、哦、每一个佛都是从小乘开始讲啊、哦、然后讲到大乘啊、哦、像这个妙华莲华经里面讲啊、哦、释迦牟尼佛啊、哦、在妙华里面讲往东往西哇无数的如来世界小世界都是释迦牟尼在讲什么？讲是四圣谛十二因缘小乘法，往西看去，千万个世界也是一样，这是代表怎样？一切如来所说的法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佛经里面讲这样，一佛可以代表一切诸佛，每一个佛都是四现八相成道，然后讲经的说法都是这样啊，从小乘讲到大乘啊，四圣谛开始，十二因缘开始。啊，叫禅定证阿罗汉，然后阿罗汉证道，然后叫你发菩萨心修大乘的，然后讲金刚经，啊，然后再讲妙华莲华经。妙华莲是讲一切诸佛的伟大事迹过程，伟大事迹啊，让你觉得说，哦，原来一切佛菩萨非常的伟大啊，生生世世在讲这个经说法啊，而且是单单整个娑婆世界或者这四现十一个小世界。每个世界都有释迦牟尼在那边讲四圣谛十二因缘，讲小乘法，然后讲大乘法，完全。所以这个佛的伟大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告诉你怎样，一个佛舍利塔可以代表一切诸佛啊，甚至也告诉你，你们读佛经知道啊，一个法的法性身是完全一样的，百千万的法性身就是一个虚空世界。啊，一个虚空就是一切全部诸佛的法性身，啊，所以这个也告诉你这样，一佛代表一切诸佛，啊，啊，这个也是告了，一个佛的舍利塔全身都是代表什么？代表九十九万百千具体一切如来，同样的，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在这个哈、啊，所以在这个说你这个人要是能够读诵这个。这一部《宝千陀罗尼经》怎样啊？就是读诵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所说的经典一样，一经代表一切经的啊。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过去啊、未来啊，一切百千万具体的如来怎样啊？他是讲哈，菜色无序犹如胡马重叠，就一直过来，一直过来啊，非常多的这样重重叠叠过来，然后座位加持你这个人。座位不间断的加持你这个人，啊、哦，就这样啊、哦。这里也讲说，像无数红菩萨的如何如何这样，前面聚集的还没有离开，后面就一直在加过来，啊、哦，就这样，啊、哦、啊、哦，这个像怎样？像那个胡马，你知道，胡马很细的啊啊，但是因为诸佛现身，诸佛如来这样，反正他的不管他的反现身，他的。跟我们世界不一样，啊，像我们佛陀讲经一样哈，一个空间一个能够聚集无限量的佛菩萨，啊，这个也是一样的哈，
十方诸佛如来九十万计底很多呢，你要数都数不给，但是他可以这样重重叠叠的像胡麻一样晒射，这样很密集，这样过来加持你，这个意思是讲这样的意思的啊、哦、啊，所以这样因为九十九百千万的如来非常多啊，然后一个一个一直过来加持你啊，当然啦、啊、这个加持还没离开，后面的过来又接着过来加持你的，所以他这个就是意思不间断的来加持你，只要你这个人能够诚心去读诵这部经典，这个诸佛如来就过来加持你，这个意思的，所以代表这个经典的伟大啊，就是这样啊啊，譬如细沙在水旋即不得停怠，回复来去啊，就告诉你了哈、啊，这个细沙在水里面的细沙，你把它旋转，这个细沙怎样？一大的细沙在里面滚的时候，就像一样，每个细沙代表一个佛啊，都不停止的一直在来来去去在加持你，这个意思的啊。然后在你这里再下一段呢，若有人以香花涂香，华满衣服为妙缘具供养此经，即成于彼十方九十九百千万计里如来之前，以天香花衣服缘具啊，七宝所经，即如须弥金女供养种子善根以护诸事的，嗯、啊，就是，或是有人就是拿香花啦，啊，涂香，涂香就是，一般印度的涂香就是把檀香粉磨成细末，啊，然后涂在檀枕上面一层。这个叫涂香哈，华满衣服，华满啊，华满就是一般古印度人他有钱的人或者国王帝王，他喜欢把花编成一圈戴在头上，这个叫做华满的哈。还有衣服哈、啊，把这些啊好的衣服这些啊很庄严的具具是用具跟衣服啊，这样拿来供养这个经典。他讲是供养这个我千陀罗经呢、啊，啊，就像啊，就像大家集以成瘾，就是就像你在这些百千万计里如来之前，用天香花，啊，一五元计七宝来像须弥山这么多来供养，啊，一样的，这个善根供养的善根是一样的啊，种族善根啊是一样的了啊啊，就是世间人他就是拿一般世间的香花跟这个涂香，还有这个花满跟衣服，啊，还有其他的圆具就是庄严的器具来供养这些经典，就像这样，就像在百千万如来之前，你用天的香花、衣服、圆具、七宝，啊，来像须弥山那么多来供养这些佛一样的，啊，像他一样功德是像这样一样的，啊，像这样来种植善根的啊。老师天龙八部人非人等闻是说已，各怀其稀奇，互相谓言，其在威德是修土具如来神力所加持故，有是神变金刚手护百佛眼数尊，佛因缘故是七宝塔现为土具，佛告金刚手，此非土具，乃是殊妙大宝塔耳，由诸众生越国列故，隐蔽不现，由塔隐故，如来全身非可毁坏，岂有如来金刚藏身而可坏哉？我若灭度或是末法逼迫之时，若有众生习行非法，因堕地狱，不信三宝，不止善根，为是因缘，佛法当闻。然如是塔坚固不灭，一切如来神力所致，无助众生破障护蔽，徒朽珍宝，不知采用，以是故我今流泪，彼诸如来亦皆流泪、这里讲就是天龙不跟那个人非人，就是人以外的这些鬼神的哈。文是说哈，各怀稀奇，身体就感到怀疑啦、奇怪啦，啊，对不对？为什么他讲啊？其在位的是求的，看起来像你讲，像跟已经腐朽的这个一堆土一样啊，啊、哦，就看起来外表就看起来一堆已经腐朽的这个塔啊、哦，跟一堆土一样嘛啊啊、哦，应该他们就奇怪说啊，这个是如来神力加持的，才是有这样的神变啊、哦。这个金刚手就得问佛了哈、哦，你什么因缘哈？这个七宝塔现在变成像土堆一样，就是告诉他哈。哦，这个佛陀就告诉金刚手，
金刚手菩萨啊，这个不是土堆啦，啊，这是因为其实它就是寺庙大宝塔了啊，寺庙大宝塔儿，这个中间这个逗号可以不要啊，乃是寺庙大宝塔，为什么缘故变成土堆呢？因为怎样？因为诸众生业果累故了，啊，隐蔽不现了，啊，这个就是说，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些众生，众生人呐，啊，还有这些其他的众生呢，啊，业报不好啦，因为业报不好，所以怎样？所以这个宝塔的，它就引起来了，它就沉下去，像一堆土堆一样，你看不见的，变成一堆土堆一样啊，哦，是宝塔把它故意啊，哦，因为众生因为业障不好，所以这个宝塔呢，它隐蔽起来，不让人看见的啊，哦，而不是说，啊，哦，而不是说，啊，哦，而不是说这个。变成土堆了，真的变成不是了哈，哦。他说：“如来全身非可毁坏的，如来的全身不可毁，因为如来进修到如来不生不灭的，怎么会可毁坏啊？啊，所以讲啊，岂有如来金刚藏身而可坏在？他是告诉啊，哪里有如来的金刚藏身可以毁坏啊？如来修到正觉的如来，他怎样？”他是金刚身呢，啊，不坏不灭的身体啊，怎么会毁坏啊？啊，其实应身是根据世界的众生来应机缘而生的啊。当这机缘灭了就灭了，但是佛陀的那个圆满报身法性身是永远不坏的啊。就告诉你这样啊。他这里讲说，我若灭度或是末法逼迫之死，就是说。释迦牟尼灭度以后呢，末法众生，末法就是指现在啊，他不是正法，不是相法的时候啊，什么现在的这些众生呢，嗯，啊，他逼迫至死，就是说，因为末法的众生果报不好，机缘不好啊，常常会碰到情况不好的时候，怎样，他就会习行非法，他为了利益，为了什么一时的想要解决。啊，业障，他就去学习这个非法了，不正的法了啊，因为学习这不正的法的，会堕落到恶道里面去了啊，因为不慎三宝啦，不止善根啦，因为这样的因缘，这样佛法就隐蔽起来了啦啊。然由四塔坚固不昧，一切如来神力所住，无智众生破障护蔽。图小珍宝不知采用，以是故我今流泪。啊，他刚讲啊，这个舍利塔其实就是宝塔的啊，它其实是坚固不坏的啊，嗯，而且这个宝塔它有如来的神力加持的啊。但是怎样？但是众生刚刚讲的末法的众生怎样？业障重啊，啊，迷惑啊，障碍护蔽啊，啊，所以怎样？有这个宝塔也不知道会用啊，不知采用啊，啊。所以释迦牟尼有看到了，啊，这个宝塔都已经沉到地里面去了，隐蔽起来了，剩下一堆土堆，啊，众生不知道也不会用，所以释迦牟尼讲流泪了，他就是，啊，他的看到就很伤心流泪了，然后其他的十方诸来也是一样，啊，也跟着流泪，就这样哈，啊，这个意思了哈。复次佛告金刚所言，啊，若有众生书写属经。自塔中者，四塔即为一切如来金刚藏，啊，斯都巴了，翠多薄了，亦为一切如来陀罗尼心，秘密加持啊，斯都巴即为九十九百千万具体如来斯都巴，亦为一切如来佛顶佛缘斯都巴，亦为一切如来神力守护，若佛像中斯都巴中。这个下个礼拜再讲了，今天讲到这里就好了。嗯，十度法就是佛塔、舍利塔，梵文的十度法就是印度那一种的舍利塔，叫做十度法啊。那我们合掌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